先将一根铁丝穿入小鸡头，顺时针旋转，旋转这个大轮，让这个凸轮下去，然后穿入绕丝轴，用力转，用力转这个铁丝，拽到一定的长度，这边能缠到这个上边，能缠到这个收线盘上边，再拽另外一根铁丝，通过压丝轮穿过小机头，用力拽，也是拽到一定的长度，两个铁丝比对齐，然后通过第一个收紧轮下方拽到这个收线盘上边，这个收线盘再通过第二个收紧轮绕到这个收线盘上方，然后缠到这个收线盘上边，先把上边这个成型的这个网去掉，直接用手一拽就出来了，再将它合上，紧上这个螺母，缩紧即可，将铁丝穿到收线盘这个孔内，然后启动机器，启动机器的同时弄成打成手动，手动启动机器，先将铁丝拧成麻花状，拧成麻花状，拧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将卫丝穿入槽刀，将铁丝穿入卫丝槽刀内，通过这个槽穿进，然后压紧它，将蝴蝶母也背紧，另外一侧一样，然后压紧背紧蝴蝶母，最后直接启动机器就行，自动开机。